加上伊地势较低的所在，大雨来的时阵，就常常会造成水患。为着要提高社区居民防灾的能力，下岗区公所向中央来申请着大基金计划，结合着这个区内五个社区共同来推动防灾自救。希望讲会当借此哦，让居民伫面对灾害的时阵，会当知影如何自救安全。客家因为地势较低，伫大雨来的时阵，就容易造成淹水的问题。客家区公所为了要提悬社区居民防灾意识，结合区内五个社区，向中央申请大基金计划补助经费，并且邀请市府灾害防救办公室退休的专业人员来讲课，希望透过计划执行，让社区乡亲会当提升自救防灾的能力。咱六年外前，咱这个0823，哦，咱这个客家寮，哦，啊，这个附近，实际，哦，做水，哦，啊，做大水，啊，淹到吼，大家拢会惊着，哦，啊，拄好，今仔日，吼，咱会当接到咱政府这个计划，咱来做一寡较对社区较有意义的工课。我们希望能够啊，鼓励的社区的居民啊，大家针对我们社区的潜在的威胁，能够大家同心协力啊，就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啊，会当让咱所有的居民乡亲，大家拢会当安居乐业，会当居安思危。客家因为1807年0823的水灾，造成真侪所在损失严重。为了避免水患救灾未复的情形再次发生，客家滨河里更是发起救灾计划，成立防灾志工队，除了自筹募款购买水上奥多麦，也训练专业志工，希望伫灾害来的时阵，会当随时出动救灾。0823的水灾，予阮遮这自然气哦，予阮受着阮遮受着影响有够大。实在讲诶，人家吼、哦、就一挂厝拢淹了了，互阮遮地方哦，感觉足痛苦诶。吼、哦，了后阮卡会想着即个方式，想着一个配套，用来做即个防灾吼、哦，来做即个救灾志工队，来预防万一不备之需啦，万不幸还搁地方还搁有灾害，会当来救灾。滨河里、滨东遮吼、滨东小区遮地势较低。啊，阮就利用这个资源来办这个救难的救灾的工作，哦，啊，让阮这、阮遮、阮客家了这些居民吼，会当有一个意识，讲哦，咱到时哦，要哪家己救，哦，啊，要咱若万一水来的时阵，哦，要安怎来讲，哦，咱会当讲先自卫自己啦，哦，卖家己有受伤害安尼啦。这个大基金计划今年方向是规划共心合作，客家平安。目的也是希望会当让居民知影防灾的重要，达到救社区也救家己的目标。记者沈墨颖，客家区采访报道。